真佛宗虚空传承法流灌顶的观想，手结莲花童子手印，右手说法印，左手持莲印，置于胸前。观想，先观空，念观空咒。Om Sabava Sutta Sava Dhamma Sabava Sutto Hang。 Om Sabava Sutta Sava Dhamma Sabava Sutto Hang。 Om Sabava Sutta Sava Dhamma Sabava Sutto Hang。 在万里无云晴空的海面上，蓝色的月轮慢慢地从海上升起于虚空，月轮中有白色的种子字 Hom 字， Hom 字以顺时钟方向旋转，放大白光，化为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。是否头戴法王帽，身穿龙袍，坐于大白莲台之上，面带微笑，法相庄严圆满，与佛无二。根本传承上师头顶上面有月轮，月轮上面有大日如来，佛眼佛母，阿弥陀佛，莲花童子，观想清楚后，再把所有诸尊的脸变成根本上师的脸，形成一个个珠串，进到根本传承上师里面。根本上师天心部 Om 字放出一道白光，直照行者的天心，白光源源不断充满行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根本上师喉部阿字放出一道红光，直照行者的喉部，红光源源不断充满行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根本上师心轮Hom字放出一道蓝光，直照行者的心轮，蓝光源源不断充满行者全身，融入身心。白红蓝三光融入自己身心，根本上师三光加倍，让行者的贪嗔痴三毒能够消除掉，累劫累世的恶业恶念，一切无始之障业全化为黑气，从周身毛细孔排了出去，这些排出的黑气黑水消失在虚空之中，此时自身清净的如同琉璃一般通透明亮，遍体清安。根本传承上师显现在虚空之中，天衣飘动，缓缓地移到行者的顶上。大日如来
佛眼佛母、阿弥陀佛、莲花童子、根本传承上师，连成一串的光珠，进入到根本上师的身中。上师再慢慢地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珠。此时行者的心轮里八叶莲花开放，莲花上有一个蓝色的月轮，月轮中有白色的种子字 Home 字放大白光，射招顶上的根本传承上师从顶窍进入到中脉，顺着中脉降到心轮里的莲花座上。此时根本上师的身体慢慢的变大，变大到同自己完全一模一样，一弹指间自己就是根本上师，无二无别。